say sorry. 我really 个死嘞啦！你这个狗男女，目睭背后金乌林，怎个骂骂遐尼啊白吧？啊那无，你阿袂掠人出开，你就先拄着鬼。疗愈的骂人生回来了。我之前演的那个李艳萍的角色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深植人心。遇到很多的相亲，你看都多少年，十几年了，到现在还是一堆相亲看到我就希望我骂他。我就想说，通常你 low 你敢骂一定用爬。可是我的角色却是被他们要求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骂我一下？然后你真的骂他，然后他就很开心。因为看你骂人很疗愈啊。疗那个技人。疗愈都来过了。苗可丽暌违十一年回归八点档，在一家团圆中霸气出场，不到十分钟的画面就让网友直呼好过瘾。喂，走路无在看是？你才无在看，一条路遐尼啊宽，你有法都行到外国去找啊？是你平衡感无好，还是伤大苦走路未知啊？你为什么？难免有人呛声，台语讲我认得，若是想要知影讲安那骂人，我是感觉讲哦。归去去点点，较袂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先到边仔嘞，卖动坏咯。搞阮太太有事嘞。Say sorry。我瑞你去死嘞啦！你这对狗男女，一个是靠生出来有钱，拢咧霸占人的感情；一个是专门咧弄查某人的脚泡，想要贪图荣华富贵。可要从这么小查某囝的人，卖甲恁赶出去。阿婆，你即马是咧外搞啊？刚刚你就是走改的狐狸曾曾飞，传说中商场的武则天。巧，点过即马才认出来，戆。甲我面记好清楚，以后路头看到我，家己先去落尾。我无迄个人工，但免你开嘴招呼恁。要想家己去想，行李那只有走改咧做，探街的人那只有恁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你摸我清楚哦，今仔日弄到人无回事的人是你，先开嘴骂人的嘛是你，我不跟你骂两句，你今仔当作我是软脚型。蔡小平，卖可惜你有钱，你就会当飞天，会当种地。有钱不是你瓜家的权利，目睭白乎金乌林，怎乎满卖遐尼啊白吧？啊那无，你阿白掠人出开，你就先拄着鬼。今天你生理好运，有人夫人在咧等我。你若是有啥物话来餐厅再搁讲，你若是有才调，你的面头前跟我分一声，我会哪甲你拍婆啊，哪听你骂。